那当然呢，合着两利啊，因为两岸经济是高度互补的啊。那么大陆呢有广大的市场，所以呢，我想呢啊，如果两岸经贸能够紧密的合作，那中国大陆的市场就会是台湾发展一个重要的机遇。当然呢，在合作过程当中是互利共赢的，所以呢，跟台湾的合作也会给大陆进一步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啊，这个市场啦、技术啦，成为呢我们发展的动力。民主的复兴是我们共同的愿望，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，所以两岸区呢应该携手打破这个僵局，那么为民主的复兴做出贡献，也为个人的发展啊提供一个好的这个舞台，提供一个做出贡献、留下历史痕迹的这样事业来。